你想干什么？此人对你不怀好意，我不能让他与你同行。我自有决断。王若琳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跟你走，你就放过他吧。姑姑，我也是非人一个，如今不过是苟活而已。但是你不一样，妍希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过他，让他走吧。姑姑，都不许走。 玉儿，你赶紧走！若琳，姑姑。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，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我走呢？我已经走了，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了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逼我？姑姑，姑姑，你先救人。姑姑，先把药吃了。 相信他，他跟九燕池，他们俩。先别说话了，我知道，你先把药吃了。听我说。